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呢是晚上的10:38啊，快要普军团战的时间哦。那刚刚赖群的通知是对上 S6 的莫忘初衷，好，立刻进来打的话，已经开始了。好，那现在的话比较尴尬，因为我的小朋友还没有睡觉啊，哦，还在玩玩具。哦，我让他先在旁边玩玩具，我先进来打，因为这个十分钟不花时间的。然后买个化身玉，还有复活卷轴。接下来的话买龙凤饼啊，龙凤饼的话买这样子四组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买这个神行符啊，好，因为应该会躺很大，买个10张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好，目前4-0啊，好，我们目前就是去劣势啊，好，那很多高手都一起进来打了哈，梦怡跟小马哥。好，四分的话还是追得回来的哈，因为这个赤壁正常啊，到第5分之后哈，他们就不好取得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应该有机会逆转胜，好，因为他们如果说要抢我们的军旗的话。要在横里面才有机会啊！哦，有没有看到在里面啊？他如果说要抢这个乌国军旗，哎呀，滴滴垃圾车，滴滴垃圾车摔坏了，你捡起来，捡起来，看看我们东西有没有掉？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他们这个我们这个乌国军旗啊，在炮塔里面哦，所以他们要进来拿的话，几率很低啊，这个炮塔打得很痛啊。好，那我就在里面就好了哈。等一下，我先放个炼金化器啊，忘记换化神了哦，韩当。啊，韩当 ，OK， 霸道少年，好就打他，好0800打他，老灰要上线了，打他。哎，等等，我没有在打，奇怪，哦，按自动刚刚没有在打，只有我声音在打而已。老灰要上线，好，现在我在锁定他，挂了，没关系啊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正常啊，因为对面感觉就很强。好 ，S 六的时候很多高手啊，好，莫忘初衷，莫忘初衷的话，他们以前应该有玩过，应该玩过《圣魔全传》，好，然后他们。他们会集合在一起，应该就是希望大家彼此勉励，就是玩这个游戏一定要莫忘初衷，好，不要就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，就是一定要保持赤子之心玩这款游戏啊，好啊，所以说他们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，哇，一开始让给他们4分，蛮吃香的啊，真的很吃香哦，因为第5分他们就拿不到了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们之前对上那个今晚打老虎也是一样的哈，就是一开始我们拿4分，后面啊就被他们逆转了哈，因为我们后面想要再拿分数又拿不到了。OK， 牛奶布丁，好，现在锁定牛奶布丁，这个是女生在玩的，应该有机会拿到她的人头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没有，他血怎么一直停住啊？他也太硬了吧，而且血越来越多呢，什么鬼？奇怪，是因为我没有必杀打他的关系吗？补个必杀哈，他被收掉了，但是打很久哦，我先重新整顿一下，搞不懂为什么打那么久。啊，我知道我的小兵了，我小兵现在并不是我最强的组合哈，调整错误了，全部卸下，然后 ，OK， 就这样自动配置哈，好，自动配置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问题啦，好，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了，好，那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扳回一城哈，拿一分了 ，S6 莫忘初衷，好，不管做什么事情啊，都要莫忘初衷啊，不要忘记自己当初那时候的想法哈，譬如说玩游戏也好。然后做的事情都好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做个事情，他会半途而废啊，忘记当时候我们的一个理想啊、抱负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军团名称我真的觉得取得还不错。弟弟，你不要再乱，你那个哎，那个玻璃要小心了，不要，那个虫子收好，放好。哎呀，快掉了！不是你那个你这样摔它可能会挂掉，你先放着，你虫子。没有你养那个蟑螂，你拿给我，我帮你收好，因为妈妈很害怕蟑螂，她怕蟑螂跑出来，我帮你收好。你的蟑螂还活着哈，好，好，好。只有其他的虫子挂掉。没有，你的其他虫都挂掉了。哎，没有，还有几只虫子还活着。你那个，你还有那个啊，这个我不知道什么虫子，好像是蚊子吧，还活着。哎，不是蚊子，你这个是什么虫？挂掉了。你明天。是蟑螂。好，蟑螂只剩一只哦。好，我们现在2分了哈，两分了。寻路中断，你的装置负载过高啊，看起来真的是要玩手机换手机的。我现在是锁定那个黑沙士啊，黑沙士的话好像 CP 值蛮高的哈，还没有出。哦，那个是小米的那个电竞手机的品牌黑沙。蟑螂，你看蟑螂。好，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哈。我知道我看到蟑螂了，但是你不要给妈妈看你养的蟑螂，因为妈妈会吓到，好不好？喂，妈妈又不会吓到，因为她关在里面了，又不会跑出来。我知道，但是妈妈不喜欢蟑螂。可是妈妈看到蟑螂，哎呀！我们家有几
有一些人喜欢蟑螂，有些人不喜欢蟑螂。然后木花花就说：“我们军旗那边一起行动 ，Go！ 好 Go 啊！现在差两分了，应该还是有机会追回来的哈。啊，只要能够去他们的领地，就可以把分数给他带回来了。哦，那他们要拿到我们下一分啊，有难度啊，这么里面哦，不知道怎么拿。哇，真的很辛苦他们了。OK， 原农农夫已获得卫国军旗啊！我在想这一场可能会是五五啊。你怎么下来的？今天啊，今天是四月九号，痛风皮皮虾，一皮皮虾，皮皮虾它的。”皮皮虾就是那个，我之前有看那个介绍，皮皮虾它那个打很痛啊，那个速度好像很快哦，它那个锤子啊，锤子打的话好像可以会把别人打骨折。玻璃，你要剪刀，你要剪刀干嘛？我剪刀是。好，拿给你。哎，我不知道剪刀哪里，不见了。你我没有剪刀，我这样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战场打完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好，目前的话我们只差一分而已啊，现在的话是4-3，好，真的是策略胜了。一开始我们军团朋友应该就是故意让四分哈，因为第五分啊就非常的难拿，好，其实就会重生在横里面。好，我看到了霸道，哎呀，你又干嘛了？哦，你画好了，好，哎，我挂掉了，哎，我挂掉了，哎呀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觉得我是来凑数的。哦，多一个人。姐姐，你看一下弟弟，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一东西就掉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只差一分啦、啊。哦，没有，现在是平手了，平手了。好，魔法就说加油，平手了、啊。好，那他们目前重生的旗子呢？哦，应该也是在前面啦、啊，不会像我们这样子这么里面哦。我去看一下就知道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哦。好，弟弟，你那个是礼物的包装纸，你不要玩它，因为那个还可以用，那个妈妈还会用到。好，我看一下他们的旗子重生在哪边呢？我看到幼稚园攻读生了。哎，奇怪，他们旗子好像很里面哎，还是被我们拿走了、啊？哎，没看到呢，好像是应该是被拿走了哈。哇，拿走了，难怪我没看到啊，是被拿走了哈。现在是5-4的，我觉得这个战场其实绝对有问题啊。哦，先拿分数真的很吃亏哦。就是先拿到四分的玩家真的很吃亏，因为他要打第五分啊，很难拿，因为那个旗子真的是太里面了。好，卫国军旗又出现了，我现在去看一下哈，应该就是出现。你看，祝小姐立刻拿到卫国军旗啊，很明显这个旗子就是啊，你们又在干嘛了？我们在玩呐。好好好，姐姐你先顾好弟弟，好，先顾好弟弟，爸爸专心把这个战场给他打完哦。那个莫老师说继续抢他们旗就好。哎呀，我觉得，我突然觉得，真的很同情那个莫忘初衷的朋友们啊，哦，因为他们就是很快的达到了四分啊，但是后面的分数就拿不到了哦。哎呀，可怜啊，可怜哦，这个就跟我们那时候对上那个金丸打老虎一样啊，一开始我们是拿四分啊，后来被八比四逆转，好，8-4逆转，哦，就是因为后面的分数都拿不到啊。因为其实实在是太里面了，而且虎豹塔太痛了。莫华旭说不能轻敌啊，其实剩那梦雨说这张内缩真好用，噗噗哈哈啊，确实啊，吴国军其实重生在这边哦，真的很难。他们十个人冲过来，大概一半人都会被虎豹塔打趴哦，所以这个机制我觉得有必要调整，好，不然的话先拿分数的玩家真的很吃亏啊，好，真的很吃亏。好，当然就是。也可以彼此一开始出，就是先让分嘛，你先让，就是看谁先把分数先让出去啊，哦，也是 OK 的哈。好，战鬼龙，好，战鬼龙，现在锁定战鬼龙。哦，他很硬哦，他真的很硬哦，打不太下来，哦，打了很久啊才打下来。啊，三人逃了，目前7-4。哦，那时间的话，剩下最后的30秒钟，卡拉木酒，哦，这个很喜欢吃饼干卡拉木酒。啊，目前。风头在我们这边，我先往后退一下好了，补个怒气，因为没有怒气的话没办法放必杀哈，就无法带走人。饭团妹三郎想你，皮皮虾说话啦，啊，但是饭团妹好像没有打，他好像现在不知道在忙工作还是什么的哈。饭团妹是姑姑，对，你的姑姑是饭团妹。好了，我们赢了哈，我们赢了，我们真的是策略胜啊，好，策略胜哈，好，承让了，回城。你要纸，等我一下，姐姐，你拿纸给弟弟一下好不好？弟弟他想要画画。谢谢姐姐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刚刚的这个征战哦。那目前的话，报名一下好了，应该来不及的吧？应该来不及哦。看一下比赛记录。我刚刚那一场的话，我们对上梦幻出征，我们积分加40分呐、啊。好，那目前我们的排名是哇，第24名的，刚好有在那个就是晋级名单里面哦，24名哦，晋级资格就是要前24名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不用打的哦，15178，除非说有其他玩家的积分比我们还高哦。非常感谢梦幻出征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排行榜好了哈、哦，这个排行榜的话应该也不是最新的，因为待会哦，到有一些战场现在还在打，所以待会可能还会再更新再调整哦。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，哇。这个第一名啊，已经换位了哦，现在是世外桃源啊，八场全胜1814分哦，再来的话是青龙玩玩1777啊，哦十胜一败，再来是六亲不认1763，哦那血水的电话就是，哎等一下为什么，哦，好好好，血水的电话是 S7 的哦，哎我看错了哦，看错了，这个血水的电话 S7 的，我本来以为血水的电话，而且血水的电话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四名1746，再来是卫所家族1734，青年之家1733，那好我拿纸给你，我拿纸给你。笔画错了，我要从哪纸啊？哎、欸，我踩到故事书了。浪费纸，继续画就好了，再用。笔笔纸给你，就那边啦。好好好，哦、没有那个画错纸给我，我可以做那个工作用的那个草稿。好，再次陈老师后援会1726在修二邪二店1722恶名昭彰1711500波比1702侏罗纪公园1683御前侍卫1682星星之火星1677皇主1664军官打老虎1636有求必应1633 S2特种部队啊，很种的种啊1629再来是麒麟龙吟1628金王水月1624秦王1616武魂殿1615815931灭世1586 Team 1578好、哦，就是我们，好、哦，我们刚好吊车尾，好、哦，在这个24名的名单里面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不用打的哈、哦，不用打的，除非说分数有掉出去外面了，不然的话先这样子哈、哦，我晚一点的话再请我们的团长记得去申请那个名单哦，去申请，因为我们好像还没有申请，好像我们想说不会晋级啊，所以还没有申请，那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晋级的。OK， 我看一下有多少军团参加的哈、哦，打了三场以上的哦，已经变多了，现在已经来到了87个军团了，87个军团。好的，好，没有机会打了哈，50分了，结束了，好，接下来是历史战场了 ，OK， 各位朋友，游戏愉快，拜拜。